的小弟是买娘亲到台北来到此地呀。你阿娘有答应我？有车飞，有车飞哦。我阿你阿娘今仔日返上哦。小妹夫，要不你死，要不正娘，正弟此地认识伊对方用干计，口中傲吼。啊，你个是凶啊！正是，怪小弟交代你照顾，会记住。通我随便乱来呀！我知，我知，你较紧入去内底歇睏。这条事情不是你当游戏，唔当我白做啥样放心，无问题。我来到这要跟你斗三工的，你受伤敢会破面？免，我内底休息，小弟过来出来看我的小弟。好啦好啦，你先歇睏，你先歇睏。